請起立，請大家祈禱。上主，我們在世上擺享了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，獲得天上奧蹟的寶蹟，你使這個奧蹟的效能在我們的生活中充分發揮出來，因主耶穌基督的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門。有望事想報告的，在門口呢有些廣大的 Castle 的朋友會歡迎你們跟他買那些四旬期的 Land Supper， 我們叫我們重複耶穌最後晚餐，我不是預節晚餐，我們是最後的晚餐，根據聖經的記載這樣去重演的，他們會一個這樣的 drama， 還有有晚餐一起，歡迎大家來參加，或者說幫助他們。那麼神父今晚去朝聖，我在朝聖裡面為大家祈禱，有些教友都跟我一起去，在不同地方裡面我會記得你們，特別為你們祈禱，我請你們為我們祈禱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願全能的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我們懷著感恩的心離開這間聖殿，彌撒禮成。彌撒禮成，我們由大自然歡迎我們參加禮成榮 God of mercy and compassion。Thank you.